我们到了东京车站了，下夹我的行李箱。我们现在搭乘东海道新干线前往名古屋名古屋。小婉累了，睡着了。啊，这是在东京车站买的便当啊，炒饭便当。因为用 JR Pass 只能画那个 Hikari 的列车是最快的。 Hikari 的列车是最快的，啊，因为 JR Pass 不能画 Nozomi 跟 Mizuho， 那现在 Mizuho 这个列车是没有的，那就只剩下最快就是 Hikari。 那 Kodama 是最慢的，就像我那个高铁几乎站站都停，大概跟大家有做个提醒。还有一个就是，坐指定席的话，那个行李没有办法放到那个列车厢最后一排。早期的话，最后一排都还会有那个空间，哦，如果大型行李还可以放在，在这边都不行的。大概提醒给大家一下。从东京车站搭伊卡里到名古屋大概2个小时，所以如果你搭到是狗大妈的话，可能会搭2个小时半或者3个小时，因为停的站比较多。大型行李，定义是长宽高160公分以上就是属于大型行李。那大型行李的话要预约去寄放，那这一点是大家要特别注意的地方。你去画指定席位的时候，那个窗口的话。